我是个平凡的大学生，生活乏味，也没什么朋友，连我走的路人都特别少，甚至别人看到我还会避开我。半个小时，它还是空的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们还在笑，我们还在笑，耶！
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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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板，我要一个热保热狗堡加浓汤。你不是在歌唱大戏吗？哦，对啊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你想要吃什么东西，我请你吃。真的吗？